大家好，我是诺诺，今天我来抽个二级麒麟，因为本来就只差八十个碎片了。现在我的迷你币是2327，迷你豆657，看看多少发能出。先把迷你币换成迷你豆，来开抽，先抽几个十发。第一个十发，好家伙，一个都没有。再来十发，又得换了。来，第二十发，哎，15个，好的，还差65，再来。第三十发，又没有，怎么就这么难呀？化石龙倒是出的挺多的。第四十发，13个，还差52，要不一个一个的开。41、42、43、44，哎，19个，还差多少来着？33，还差33，一个一个的抽。45、46，又得换了，以后这些界面我就剪了哈。47没有，48没有，49、50、51都没有，迷你币也没了，200块钱就这么没了。把这些多余的碎片卖掉，来继续。52、53、54、55，又没了。然后我又充了100，300了哈，别不识好歹。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，哎，20个，只差13个了。62、63、64、65，天哪，你是开玩笑吗？化石龙这么不值钱的吗？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，哎呀妈，78、79，没了，又没了。气死我了，再换一波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哈，再不识好歹的话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往里面充钱了，哼。我的妈呀，460几个化石龙碎片，再来，79发了哈。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，哇塞，85发终于齐了，我的天哪！刚刚是85发凑齐88个碎片，换算下来就是278个迷你豆一个碎片，想抽的小伙伴可以参考一下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